韩星柳俊烈和韩韶熙两人在15日被曝热恋后，陷入劈腿、无缝接轨疑云。虽然双方认爱后都否认无缝接轨，但还是掀起不小风波。韩媒 D 社今天公开韩柳认爱隔天两人在夏威夷的约会照。D 社配文写下：两人现在看起来一点也不有趣。画面中，韩韶熙与女性友人走在前方，柳俊烈则走在后头。吃饭过程，韩韶熙也不断用手机，柳俊烈被晾着一个人默默吃饭。D 社也爆料，去年6月，柳俊烈和惠丽就已经疏远，柳俊烈也没参加惠丽的生日派对，身边朋友都感受到两人气氛异常，在去年11月才证实分手消息。而对于韩柳的恋情，惠丽17号也首度回应，不予置评。昨天柳俊烈独留韩韶熙在夏威夷，率先回国现身仁川机场。柳俊烈神情相当凝重，在经纪人护送下快步离开机场。柳俊烈目前也仅透过所属公司认爱韩韶熙，澄清自己没有劈腿，本人并未发表任何说法。韩韶熙的部落格 IG 昨天也被发现转为非公开， IG 也在恋情曝光后丧失了11万粉丝。